我姐是 Uber Eats 高手，就是她点的东西都非常好吃，然后就是姐夫就是热爱所有台湾的食物，然后最近还点了那个韩国的酱料，然后自己在家烤那个韩式的那个烤肉给我们吃，就他现场烤，然后我们就立刻包叶子，然后沾那个韩国的酱料，然后就想说哇，真的宛如置身那个韩国，然后又看到真正的韩国人，然后讲韩文，就觉得说好像在韩国旅游，然后有服务生在帮你烤肉，就是我们想说啊，要今天来是要吃啊。亲自烤的肉那会好吃吗？就殊不知非常好吃，然后他还下次他还说他要煮大酱汤给我们喝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就是被我们夸奖到，他就是接下来好像我怕他接下来放弃 DJ， 然后对跑去应征厨师。